好，那知道怎么抽样之后，你抽出了，比如说抽出了10个样本，那我们就可以算一些数字啊，这些数字可以代表这些样本的某种特性。那譬如说最常算的数字就是这个样本平均数，十个样本，譬如说你抽到5个5，然后呢5个6，那它的样本平均数就是5.5。对了，好，那样本平均数就是全部加起来除以 n 啊，这个样本平均数啊，那这个式子的意思就这样。那另外一个是不要用平均的，而是取最中间那一个啊。你取10个样本，应该不要讲十个哈，讲9个，9个样本，1号到9号，那第5号就是最中间那个啊，第五号就会是最中间。那如果是十个嘞？十个的话，那第几号才是最中间的？啊，5.5，对，但是没有5.5这一个号嘛，对啊，所以我们通常会取5、6的平均值当成它的中位数 ，OK。所以如果有最中间的就取最中间的，没有就取中间两个的平均值。OK， 那另外一个是样本变异数哦，但是这个样本变异数我要跟各位讲一下，它跟我们之前所请各位计算的变异数，期中考计算的变异数是不一样的。为什么不一样呢？期中考的时候计算的变异数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告诉你说它的缪是多少？啊，然后呢，我们才去算。那可是呢，那种变异数 μ 是多少，已经给定的那种变异数叫做有母体的变异数啊，就是有母体平均值的变异数。但是样本变异数是指说，我不知道 μ 是多少，那我只好用 S bar 来取代 μ。我用 S bar 取代 μ 的结果呢，你会看到。当我用 SI 减掉 S bar 这个东西， S bar 本身其实就占了某一个权重的这些 SI 的东西在里面，所以当他们减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他把自己减掉了一部分，把自己减掉了一部分，所以他其实是最后会减掉一个自己，有 n 个自己减掉一个自己，变成 n 减一个自己，所以最后他只能除以 n 减一，不能除以 n。好，那我这样子解释，希望大家有那种感觉，但是不是证明哦，只是解释而已。样本标准差呢，就是样本变异数的开根号，就是标准差。那样本全距就是样本里面最大的减掉最小的啊，那样本全距。当然这些都是随机变数映射到实数轴之后的结果。那离群值就是离其他样本很远啊，特别大或特别小的样本值啊，称为离群值。样本四分位数间距啊，就是由第三四分位数，就是75%的那个样本，减掉第一四分位数25%的样本，啊，两个值相减，就称为四分位数间距。那这边就是刚刚讲的哦。变异数的定义是这个，但是呢，因为我们不知道 μ 是多少，我们只能用 S bar 来代替。用 S bar 来代替，其实最后要除呢是除以 n 减一。好，那这个东西的，就是样本变异数制定的原理，是根据不偏估计式。那我们要下一章才会讲不偏估计式，所以暂时你知道这件事就好。不偏估计是要等下一章估计的时候才会讲。好，现在我们看一个样本序列哈，这个样本序列是7468945628，这样是一个样本序列。好，那它的样本平均数是多少？就把它全部加起来，除以 n， 变成是现在 n 是1234567890，所以是除以10啊，因为10个样本。
好，那我们可以很容易的用手算，但是用电脑算会更快。那变异数就比较不容易用手算的，会算得比较累。那标准差就把变异数开根号，中位数，然后就排，从小排到大就可以看出来。全距就是把最大减最小，所以这个全距应该是九减二，就七。第一四分位数就要看第二点五个，因为总共十个嘛，25%，二点五个，二点五个就四到六中间做内差，然后第三四分位数就类似的。那所以我们稍微看一下计算的结果。平均值 OK， 就全部加起来除以 n OK， 所以是以这个例子是 5.9。变异数那就，每一个样本值减掉它的平 S bar， S bar 的那个 mean S 平均值，然后呢平方，最后呢是除以 n 减一，是除以 n 减一，这才是样本变异数。那样本标准差就是把变异数开根号就变成样本标准差。那中位数中位数就取把它排好，然后取最中间那个值最中间两个都是六，所以就二分之六加六还是六。那全距呢就是取最大减掉最小，就是9.2就7。第一四分位数呢我们就得看了，因为它是十个，所以所谓的四分位应该是 0.25 去乘以这一个我看一下 Q1 的位置 0.25 乘以十分之九是 0.225 对 0.225 的为什么是乘以十分之九？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，OK， 十分之0.25，应该是十分之十才对呀、啊，十分之十，对，应该是十分之十，这里应该写错了。那因为总共有十个嘛，那因为它取到2.5的地方，所以这里是第二个是四，第三个是四，那2.5的地方，这里我觉得怪怪的，我们稍微等一下再看哈。好，这里，四分位数就是指，四分位数就是指第一四分位数是25%那个位置的数字，但是通常如果没有25%的话，就要内差。那这个概念我们先看一下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数值。为什么是乘以十分之九？我们待会再来确认。好，来，那接下来呢？第三次分位数就是75%的地方的那个位置的数值。OK， 那所以对，所以看起来其实都是。看起来其实都不需要乘以十分之九，觉得有点奇怪了。好 ，OK， 那四分位数间距呢，就是 Q3 减 Q1， 就是第三四分位数减掉第一四分位数嘛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，我如果用 sample 1到100取十个样本，那可能会产生这样，我们用 mean 来算，然后就会算出一个值，用 median、var、sd 这些都可以算出值的。然后范围的话 ，range 的话，它会算取出两个最小和最大。然后呢，你自己如果想算 range 的话，必须要把这个大的减掉这个小，因为它会成为两个给你。然后 max 就是最大 ，min 就是最小。那你如果真的要算那个我们刚定义的全距的话，就用最大减最小就可以了。Q1 是狂态哦，
第一次分位数框，它有 S 这个是样本序列，0.25就25%的地方的样本序列 的样本值哦。那这个是框态哦 ，S 哦，75%的地方，这是第三次分位数。那第三次分位数减掉第一次分位数呢，那就是四样本的那个四分位数间距。好，那我们可以用 IQR 哦，请注意要大写 IQR 这个函数来直接计算它的间距，就是四分位数间距。然后呢，你可以用 five number 啊，这个函数去取出它这个样本里面的五个统计值啊 ，five number。那这五个统计值，你用 summary 的时候，你会看到 ，OK， 那就是最小值啊，第一次分位数啊，平均值。中间中位数平均值，然后呢第三次分位数最大值，那这个是 summary S summary 样本这个函数。好，所以呢我们把刚刚的这个例子拿来做一下验证啊，把刚刚的这个例子，这个例子样本系列啊，这个例子拿来 R 里面做一下验证。好，那请注意，就是我现在要先设定这一个串列，那我要改一下它的格式，因为接受的输入格式必须要用 C 就是连接，然后变成一个串列之后，你可以看到 S 就是这个样子，那我们就可以来算它平均值 ，OK， 5.9。好，算它的变异数啊，样本变异数4.76，算它的标准差，标准差其实就是变异数的开根号，否则我们可以用 SQRT 看一下是不是一样，是一样啊。然后呢，再算一下还有什么？还有中位数 ，median 中位数啊，还有四分位数之类的，看一下。中位数、四分位数和范围 ，range S 啊，二和九 ，max S 是九。mean S 是2，那 max 减 mean 就是全距。好，然后呢，Q1 第一次分位数，框态有 S， 然后0.25，25%的地方，看一下 Q1。拿出来 ，Q1 是4.25，跟我们刚刚算的一个一致，4.25没错。好，然后呢 ，Q3 它有0.75，好，那听一下 Q3 是7.75也没错，我刚刚。写的是7.75，然后呢，接下来是等一下 IQR S OK 3.5，那这个所谓 IQR 其实就是 Q3 减 Q1 3.5没错。好，所以这些数字大概我们用都可以很容易的算出来，各位试试看啊。我们这里有个习题，那你可以把它一样贴到 R 里面，
把这个序列贴到 R 里面，然后呢，我们说令，比如说 y 等于这个，这里要加 c， 好，这样 y 你就可以列出来，然后我就可以去算 y 的平均值，好 ，y 的变异数 ，y 的标准差。然后 y 的中位数，好，还有 y 的全距，好，然后第一四分位数，第一四分位数就是0.25的地方。第三次分位数0.75地方75%，好，那 IQR 就是那个四分位数间距，其实就是 Q3 减 Q1，直接用 IQRY 就可以算出，或者是我们用 Q3刚刚算出来的 Q3 减 Q1 应该是一样的，所以这些数字你都会算的话，那我们的叙述统计其实就差不多了，最后还要绘制统计图，叙述统计就差不多结束。好，那我们请各位呢就试着把刚刚的范例稍微操作一下，这些范例操作一下，看你要操作哪一个，自己选一个来操作一下，我觉得这一个比较容易，而且这个可以用手算，所以请你把这个样本序列，好，范例的样本序列稍微改一下格式，放到 R 里面去试试看。那我把这个放在上课内容里面好了。算一下这些值，我贴到色板上去。好，那各位先用这个方式试算一下。哎，奇怪，怎么变成笑脸？这个八加三括号会变笑脸。好 ，OK。好，那可以。好，那各位试算一下这个东西，会算就好了。